是陈志全议员。是我是支持陈伟业议员提出的中止待续的。第一呢，因为我们议会时间宝贵啦，其实如果有议员对一个议项呢提出中止待续呢，我都希望大家积极考虑。因为就算否决了他的中止待续呢，他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呢是令到这个议项呢是比较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那这个是个原则问题。另外呢，就是今日呢我先听到张宇仁议员讲话他3亿可以做到，政府要15亿。咁我亦都想咧，如果中止待續咗咧，可以俾多啲時間咧，我哋去理解一下，或者張宇仁議員咧有多啲時間去說服大家啊，覺得原來三億做到嘅嘢，咁點解我哋今日批咗15億咧？之後會俾人笑我哋傻仔傻女嘅喎。咁啊，仲聽到陳偉業議員，我都係今日聽到咋，就話唔使錢都有人幫我哋做嘅啊，咁就更加俾人笑喎。咁所以我都今日都冇信心去投呢一票出嚟嘅啫。所以咧，中止待續咧就。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我不用晒3分钟了。好，下一位。